今天是拍我的 MV， 然后有一点点算是挑战那个自己唱，感觉在录音室唱歌的感觉，就是很容易落泪，很容易进入那个自己觉得要给自己另外内心的自己加油的那种气氛，所以早上的时候就一唱就很容易就是感动这样。然后，现在就是有点像是，舞台下的自己的这个场景，就是比较一个人，然后，比较就是比较意向性时态，就是比如说上完舞台之后要回家面对自己的时候，那导演的方向就是比较用，脱去我身上，比如说华服啊，然后会。感觉是要让自己看到最放松的自己在舞台下这样子，所以会有这些场景。对，因为这是那个加场放映，那叫什么加映场，因为很多歌迷都很喜欢这首歌，然后包括圈内的一些同事啊也都很喜欢，所以就虽然已经快过宣传期，还是加映这一场，然后希望可以让大家更清楚知道 MV 里面还有歌词里面的意境，还有我自己本身的情绪，这样子。